你好了，我的重启哎宕呦，机，好了好了，端上起来我让给他，我困了，你又困了，我靠！这几天没睡好，明天还要做核酸，这几天睡得时间太短了，哎呀，这 KD 低了，厂商也低了，哎呀，没发挥好。准备呀，准备呀！怎么又，我重我新准备开始了准一备下。了呀？我反正蹲在那里面，动都不会动的。那个厕所里面，我看你们三个站起来在那搁那狂抽。我开镜都看见靖哥的头了，我也没怎么打。我反正就一直蹲在那儿，我看着你们打。哎呦，你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给他，短信应该没问题。我给他发消息了，电话。电话算了，他电话他睡觉手机不放旁边的，他都是放书房这个边。他如果醒了，他肯定要看手机。穿鞋好看呀，困了，靖那怎哥么也挡说？不住了，靖哥。没事，你问问看，有人就那个吗？没人跟你们打一会儿吗？康医生估计能干到几点？听说啊，最多一两点钟啊。那怎么说？怎么干到2点？就是打一两把，对。不是统一都干到2点？李白跟打到几点？困不困？我都可以。你今天状态很好啊。哎，今天这个地方没什么事儿。昨天下午打久了，好累哦。我每天都打10几个小时，我操，真的，打久了是累。不出意外，明天下午3点、2点又要叫我。